贾斯洛呢日为演唱会拍摄海报，仲邀请咗毛舜筠、戚美珍、杨思琪同向海南各自以红裙造型现身。毛姐仲将会开金口喺演唱会度做表演嘉宾啊！真的，我平常就是不唱歌的，我不会唱歌的。可是我不知道我本来想说我不可以，可是当我回答他的时候，我就说，是但啦，好啊好啊，就是不懂得怎么去拒绝他。嗯，我也是，因为这是太多年的朋友了，对，也就是中间合作以前也很多。所以他这个人也太甜了，其实他的中文不太好，但是每次他打来要做点什么，我还通常不等他说完，省得他麻烦，我说好了，你说什么都好了，都做。像毛姐说，不能拒绝的人。对啊。咁三嫂喺演出之前又会唔会揾三哥一起练歌啊？他会唱歌吗？你老公会唱歌的。找他练都等于回头。我已经练得不错的了，如果我再跟他上一堂的，如果他帮我上一堂的话，我会回头啊。你不能这样说，他不行。你看，你要看他跟谁在一起。如果他跟黄玉华在一起了，你就会觉得他很棒，两兄弟都很棒。但是如果他跟刘德华在一起呢，哎呀，那就不用我说了吧。哎呀，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对，所以华姐去当那个歌星了，那我老公的没这个机会，算了吧。我都有没试过在台上面唱歌了，会不会受大压力？我试过在台上面唱歌，可是我相信观众不会有太多的期望对我唱歌。我尽量吧。杨思琪呢日嘅造型系几位嘉宾入边最性感嘅，咁到时喺台上面又会唔会更加有惊喜呢？其实我也没想到设计师帮我，他帮我挑这一款的，不是我自己挑。我也感谢他，因为我觉得好美。他为我们几位女孩打造不同的风格，好像 Anne 那个好酷，穿裤子好好看。那我这一条呢，他就比较 feminine， 比较女性化那种，所以他好厉害，我喜欢他的设计。因为我跟设计师其实认识很久，然后也合作很久，然后他就说我平常穿他的衣服的时候都是一些比较女性化的一些的款式，然后他就说这次要不就是改变一下，就是不同的风格，所以他就选了穿裤子这样。